大家好，我叫林清丽，来自印度尼西亚。今天我想给大家读两个绕口令，一个是普通话的绕口令，一个是潮汕方言的绕口令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的绕口令：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。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。现在我们来试一下更快一点的。一二三，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。第二的绕口令：一只狗仔抱落狗仔，一只狗仔捡狗仔搞狗仔，狗仔爬起来夹狗仔，狗仔捡狗仔拍狗仔，狗仔夹狗仔，狗仔抱住狗仔，狗仔夹狗仔，唔知是狗仔夹狗仔，还是狗仔夹狗仔？谢谢大家。